No, no, no.示范一下不同的输入咯，咁咧就系Internet Radio， 听亲 Internet Radio 咧，就我系唔会遗留嘅就系、是、吓，就系、是、听 Lin 嘅两个电三个电台。咁你可以点揾咧？咁入到嚟之后咧就拣 Lin， 我哋已经见到阿 Lin Classical 啦。商业电台咧系有嘅。呢、这個 DBC 電台亦都係有嘅，咁香港電台咧亦都係有嘅。我梁思浩會率領真風 show 團隊，今日有我係就係、是、輪到我哋 CUPMP 啦。你屋企入邊咧，最好有個 LAS 啦，咁有 LAS 咪擺曬歌啦。咁但係可能你冇 LAS 嘅，咁亦都唔識搞咁多林審嘢嘅，可能你只係得一部電腦，咁又將啲歌擺咗落去可能係 iTunes 啊，你只係需要喺電腦嗰度。無論咧係 PC 又好定係 Mac 又好，你嘅電腦裏面裝一個免費軟件叫做 Mini M Server。咁嚟我呢度咧就屋企我只係將啲歌擺咗落去個 MacBook Pro 裏面，咁咧啲歌就用 iTunes 嚟到處理嘅。咁我裝咗個軟件 Mini M Server 啦，咁然後咧就將個 path 指翻去 iTunes 嘅 library 之後咧，咁其實喺我屋企呢個好簡單嘅內聯網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個 UPnP 嘅 Music Library 噶啦。咁所以我哋撳 UPnP 一睇咧。咁咧最開頭你會見到呢度咧就係揀 server 嘅 ，Mini M server 呢個 logo， 一 click 落去咧就會睇到我而家電腦裡面 iTunes 嘅歌啦。咁咧就 total 呢度咧暫時我係做咗31隻碟啦。咁呢度就係啦，例如我 click 呢個榮兒啦，咁呢度咧就會進入咗佢個 cover 啦。咁翻喺碟你就可以睇到所有嘅設定啦，咁啊同埋音量啦。嗱，跳歌好简单嘅啫，咁样碌一碌就得噶啦。呢度咧就系、是、如果你一揿《越难越爱》嘅话咧，咁佢就会即刻抢咗歌，好似普通 iTunes 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想排落个尾度唱咁点咧？咁喺呢度咧，你可以拣一首歌嚟，我净系将《越难越爱》摆嘅啫。咁你可以呢度见到呢度 ，Play from this track。Play this track, kill next, kill last 等等，甚至乎 add to 某一个 playlist 都得。嗱，咁你见到96kHz 嘅 BV 咧，就有成3 mbps 咁齐啊，好齐。咁啊 ，search engine 我哋可以试一试啦。例如我而家想拣徐小凤 ，OK？ 嗱，咁你已经可以见到啦，一打个徐字已经出到。小鳳呢一個碟啦，咁啊digital 輸入咧就係個部機嘅側邊咧有個光纖輸入，咁你咧就可以播你自己嘅數碼產品落去啦。例如乜嘢咧？例如係 Blu-ray 機，咁亦都係可以聽 CD 都得嘅啊。咁最簡單嘅方法，咁跟住例如有啲 analog 入咧，咁就係佢入邊有個 3.5mm mini jack 嘅，咁就係如果你嚟話播你嘅 DAP 啦，再誇張啲播個黑膠碟都得嘅。咁唔係話咧。簡單啲播你電視機嘅 jack out， 咁咧就亦都可以用翻電視嘅遙控咧控制翻，而用 Muse 咧做咗你電視機嘅喇叭亦都得。咁咧 Bluetooth 咧就好簡單嘅啫。嗱，咁你就會見到啦 ，Muse BT。如果你係用 i device 嘅話咧，咁啊除咗藍牙之外咧，其實仲多一個另一個選擇嘅。咁、那個選擇咧就係、是。AirPlay 啦，一个政坛新星可以同场竞选特首，恕我失礼，我唔可以祝你成功。宋主席，我都好期待可以同你喺呢场选举里边公平竞争。板啊，咁呢个面板咧就轻触式嘅，咁变咗呢度咧就可以拣到四个 input， 就系 input 佢就有三个 ，radio 有一个就系咁啦。咁另外當然仲有呢個紅外線嘅遙控啦。呢個 Muse 咧個 USB 係足夠電力插起任何一個平板電腦同埋手機嘅，咁一定可以一邊插電一邊聽。呢個碟佢有本書仔嘅 icon， 咁呢個書仔 icon 係咩嚟咧？撳落去，你就可以好似揭呢個 CD 嘅書仔咁樣咧，就揭呢個 booklet 噶啦。見唔見到？佢哋嘅歌手嘅資料啊，出呢只碟嘅睇法啊，等等嘅所有資料都係齊曬嘅啊！
M 自己本身咧就由串流啊到扩音机到喇叭咧，佢哋咩都识整嘅。就第一次啊，将 M 嘅产品咧就摆在唔系英国生产，系喺呢个中国生产嘅。咁啊，中国生产嘅好处咧就系当然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啦。咁啊，令到咧呢部机嘅价钱咧就可以降低到系萬零蚊就有交易啦。咁嗰个门槛会比较低啲咯。咁靓嘅样嘅机咧，通常啲声都系麻麻地嘅啫。咁我可以同大家讲呢部机。的聲音是出乎意料意料咁好的，咁立體聲設計左右，每邊是三路，一個高音，一個中音，一個低音。個低音咧係運動場低音啊，因為個形狀嘅所限啦。咁即係話呢個咧係每一個單元咧經過電子分音之後咧係獨立有一份 M 嚟到推嘅，聽出嚟嘅聲音咧其實係冇視覺上睇到咁單點嘅，音色平衡度是非常之唔錯嘅。咁佢咧都係做得到電視三巴嘅功能有特嘅，而且咧電視最重要咩咧？聽人聲對白非常之清楚。咁聽音樂亦都係一樣，咁啊層次感都係好清楚嘅。咁清楚咧呢一樣嘢咧就我認為是最重要嘅一樣嘢，而佢做得到咯。呢、這、一個音響產品咧，佢嘅音壓可以做得非常之大，你都唔需要擔心佢係唔夠聲啊，算係幾革命性啦。因為其實佢都係一些可能既有的東西混雜在一起，但是每一樣東西它都做得很成熟，喜出望外的一個產品。好，今天呢跟大家介紹這個 NEM 的 Muso 的產品呢就是這麼多了，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音響產品的試玩心得，是這樣，拜拜。我認不到的，是不是搞錯了？我試試。